怎么了？朱砂跟黄连也没了。哎呀，我以为缺什么呢，只不过是朱砂和黄连。哎呦，又不是很珍贵的药品。那，你给我到其他店里去买回来。怪了娘亲，你平时对这些事儿是爱理不理的，怎么今天这么卖力呀？哎呀，你懂什么？那些雪莲是很贵的，我怎么会舍得拿出来呀？所以啊，你要好好的配制药。 到时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的功劳，那时我便会大大的风光一番呢。啊，小林，我们赶快去买吧，快去。老板，请问有没有黄连和朱砂？哎呦，对不起啊，这两种药啊刚刚卖完。我们到别处看看吧。好吧，谢谢啊。 黄连跟朱砂，这么巧啊！刚才都被人买走了。哦，没有了，没有了，也没有。要有也得等到10天8天以后啊。 是的，老是想在我们前头把药通通买下来。走吧，我们再找找，看其他的药铺有没有。哎，你，哎，嘉义，你紫绸银毛。哎呀，这个，哎，喂。 我说你不要走来走去，行不行啊？搞得我吃东西都心神不宁的。你就知道吃，我很烦呐，你知不知道？自从小云告诉我，他告诉我雪莲不够用之后呢，我掐指一算，总觉得有不祥之兆。我总觉得这个何家有什么问题。雪莲没有呢，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但是距离成仙大会只有3天，到时候小云成了仙之后，就算没有雪莲，也可以把妖毒解掉，那不就没事了吗？你就不要杞人忧天了，好不好？什么杞人忧天啊？ 在家的时候，我掐指算了一遍，是这样。刚才在这里又算了一遍，还是这样。哎，不对啊，我真的觉得何家会有事情发生。哎呀，我看呢，是你法力不灵，是不是啊？才会算错的嘛。何家会有什么事儿吗？别吃了，你真有本事，你算算。哎呀，嗯，是不是我们两个法力都有点问题？哎，不会吧？ 何家会有什么事呢？哎，你不要多心了啊！哎呀，你呀，哎，你看你，鸭子死了嘴还硬。哼，嗯，哎哎，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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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你有事儿我没事儿的？你莫名其妙想说什么呀？我们只想问问看啊。你们家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或者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或者什么意外呀？没有啊，什么没有啊，姐。我们用的那个朱砂还有黄连都用完了，然后我们跑了一天都买不着，害得我两条腿都酸死了。哦，两位还有什么事吗？如果没有事，我们还要继续找药呢。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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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找，赶紧去找。哎，我说了嘛，何家会发生什么事呢？哎呀，不祥之兆，只不过找不到两种药材而已嘛。看来是我疑心重了点啊，没事就最好了。哎，还有三天呢，小云就可以得道成仙了，到时候一切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了。还有你说，哎，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你让我安心的吃顿饭行不行啊？你老是吃啊你啊，只顾吃喝玩乐。吃喝我有，可是我没玩乐，哎，只是心情低落。希望小云成仙之后，韩湘子便会回心转意啦。吃吃吃，撑死你！哎，主人呐，您可真是神机妙算呐。那何小云真的像您所说的四处去药店收买朱砂和黄连去了，不过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所有的药材全都搜购一空了。还是你办事我放心呢，不像有些人表面上答应你却暗地里搞鬼，还有些人小人藏刀翻脸不认人。主任您过奖了，
只要是主人您吩咐的，属下无所不为呀、啊，一定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啊。死而后已？你不是说想变成妖怪长生不老吗？是啊是啊。你死了怎么办？属下死了，你主人还在吗？成仙大会之后，主人您就成仙了，您会忘了属下吗？就凭主人您的功力，定会让属下起死回生的呀。好，待我成仙之日，便是你长妖之时。哎呀，谢谢主人，谢谢主人。到时候，我让白牡丹、花龙，通通臣服在我的脚下，任你鱼肉。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为什么要打我？哦，其实我去树林呢，是想查林大人是否就是蜥蜴精这件事的。突然我就听到背后传出响声啊，我十分惊恐，惊恐之余，我就拿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我拿起来我就这么一打，没想到我就错手打到你了。后来我看到你晕倒，反正一时半会儿你也醒不过来，我只好将你背到这间茅屋来休息了。反正你每次都把我当成妖怪来躲避，这次把我当成妖怪袭击也不足为奇啊。这次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不过现在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我用力把你打疼了？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受伤的？谁把你打成这样？我今天早上帮你追查妖怪下落的时候，看到你一个人在城外。我没有出城啊。当时我怎么知道啊？我还以为是你。我看你一个人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出手救你了。没想到那个你是妖怪变的，我着了他的道，受伤逃走，谁知道祸不单行，本来还没晕的，结果被你打晕了。总之这都怪我不好，你为了帮我追查妖怪一事而受了伤，我真的是很感激你的。不用客气，反正那个人也不是你啊，没关系。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要不是帮我追查的话，也就不会被那个妖怪给打伤了吗？不过你要记住，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知不知道？那你还不是跑去追查？难道你就没危险？我是要去查出成仙大会上那个林大人会不会对小云不利吗？可是你就不一样了，你根本就没有必要以身犯险的。小云，小云，你眼里只有他，那我算得了？肚子好痛。你怎么了？不行啊，我还是背你回家吧。或者我背你去看大夫怎么样？不用了吧，反正我现在头好晕好晕的，而且胸口很闷，走不了了。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吧，我先休息一会儿，等我体力恢复了，然后我们再走。如果你有什么事，你大可先行回去，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没有关系的。不行，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可能留下你不管。你要好好的休息，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好了。那好吧。好痛哦，让我休息一下。落花如有意，来去逐川流。多情总被无情恼，
道是无情却了无情。吕洞宾呢？吕洞宾，王敏向来自命风流，潇洒不羁，如今却竟然无法摸透一个风尘女子的心思，还弄得神魂颠倒，心绪不宁，真够丢人的。我应该已经抓住白牡丹的芳心了，可是每当再亲近一点，她便若即若离。究竟是因为那个林大人的关系，还是自己不够真诚？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把事情问清楚。别闹了，别闹了！哎呀，吕公子，你来了，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一间厢房。哎，不必了，我今天晚上只想见白牡丹。哎呦，你们呢，个个都来找牡丹姑娘，那凤仪阁其他的姑娘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今天晚上不如给我一个面子，就让这里的姑娘来服侍您吧。面子是别人给的，至于别人给不给面子，就要看本事了。今晚我要定了白牡丹，那你就给我个面子，帮我把这事搞定了吧。可是牡丹姑娘呢，她正在款待贵宾，也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不如啊，你明天来，三娘我一定帮你办妥。她在忙是吧？好，我等她。好啊。哎呀，牡丹姑娘她还是不肯走，说要一直等下去。今天晚上我不想见她。你不必理他，他等烦了便会离开。哦，实在是没有办法相陪，我看要不你先回去吧。如今呢，你是杯盘狼藉，曲终人散，难道到现在白姑娘还在宴客？这我就不知道了。既然你不知道，那我亲自去问。哎，吕公子，吕公子，说什么都行啊！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啊！徐老爷，我敬你一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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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白，你找我来，是想要再吸纳精气，还是反悔？
要我再去杀掉李雨嫣。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吕嫣对我已经不太重要了，更何况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八九，要杀吕嫣的话就是易如反掌啊。没事的话我先走了。站住。不过我告诉你，你要想保住吕嫣的性命，最好事事顺从于我，不然的话翻脸不认人。玩这个？对呀、啊，是我吵醒你的吧？是啊。醒了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玩？你的伤？好多了。好，嘿，我先来。好。小时候啊，我最喜欢跟小云玩这个了。是吗？这种玩意儿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玩，真没趣儿。要是当时我已经跟你认识了，那多好啊。那么何小云啊，他一定会妒忌你的。妒忌我霸占了你？切，妒忌你的技术比他好。研习音律这么多年，我认为不随俗有个性，这样才是理想的音律。我希望能创作出几首乐曲流传后世，那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在音律方面的造诣那么高，要做出传世的乐曲绝非难事。你知道的，我创作的乐曲里面浸透着我对音律的执着，所以说难免会曲高和寡啊，往往只能孤芳自赏。我知道这种执着对我而言是一种缺点，这么多年来只有小云她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我鼓励我继续坚持自己的音律，所以我跟他之间有着一份割舍不了的感情。可是小云快要成仙了，要是他真的成了神仙，你就连唯一一个支持者都没有了，那你会怎么办啊？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哎，不要说我了，说说你吧。我的理想很简单，我就是希望能够跟自己儿时遇到的那个男孩子永远在一起。既然你有了心仪的对象，那为什么还要缠着我？因为我怕找不到他，而且你跟他的个性很相像，所以我就把目标转移到你身上了。你的记性真的很好，就连儿时遇到过的男孩你都记得那么清楚啊。那你的记性也不差，至少你跟小云的童年往事仍然记忆那么深。不过除了我跟小云之间的童年往事，我还有一段小时候的记忆好像失去了似的，我就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既然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其实有些记忆可能是关于一些真相，要是记得太清楚
可能会吓到自己，得不偿失的。对于一个命不久矣的人来说，我相信没有什么真相比起我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更吓人的。韩湘子，你不用再安慰我了。哎，我听说每个人在死了之后呢，魂魄会脱离肉身，就能够做一些凡人做不到的事情了。那要是我真的毒发身亡的话呢，那我就帮你找回你小时候见过的那个男孩，那也算是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了。嗯，如果要你死我才能找到那个男孩子，我情愿一辈子都不要找到。那为什么？因为相对而言我现在比较喜欢你。哦，流星啊！哇哦，你看，哇！又有了！哇！嘘！哎，许愿呢？许愿！哎，快快许愿呢！许愿，许愿，许愿！你许的什么愿啊？许完了。小二，来壶酒。好嘞。小二，哎，客官，再来壶酒。哎，是。哎，客官，您的酒。
大丈夫，怎么连一句表白的话也不敢说？我愧为大丈夫，我真是无用。吕公子，我要找白牡丹姑娘。牡丹不在，你走吧。走啊！这儿啊，我去凤仪阁找你，但是你不在。原来你在这里，看来我们真是心有灵犀。我今夜来是有话要跟你说。哎，这么巧啊，正好我也有话想对你说呢。那你先说。好，我先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情意。坦白的讲，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为了跟韩湘子打赌才故意跟你亲近，但是相处下来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你了。难道你不介意我的出身吗？不。你不介意我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吗？不。你不介意我会破坏你的清誉？不。只要真心喜欢上一个人，就要包容接受他的一切。我对你就是这样的，我不介意你是什么人，我只想让你接受我对你的情意。可是我介意，我今夜来就是要跟你说清楚，我不曾喜欢过你，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你说的是谎话，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你一定是被人控制了。一定是林大人让你跟我一刀两断的，是不是？我喜欢你与否根本和林大人无关，你只要知道我不喜欢你就够了。李公子，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牡丹，牡丹，牡丹。真的会去杀了你人。既然我跟你爷已经再无瓜葛，以后你就不要利用他来要挟。这个当然了，不过为了奖赏你，今天晚上我准许你去跟我吸生人的精气。
好，哈，天亮了。哎，好了，可以回去了。啊，不行啊，我才休息了一个晚上，还没休息够呢，所以我还要休息。不行，你的元气还没有恢复，你要尽快找小云帮你把一把脉。另外呢，我约了一个学生，我一定要回去的。哦，还有啊，我要帮吕洞宾去办一点事情。哦，我想起来了，你的家人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你，他们一定很担心，也会去到处找你的。回去吧，啊。那好吧，那就回去吧。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哎呀，真看不出来，你还挺重的。你这个人真好。你在干什么？不好意思碰到你了，对不起啊，我头有点晕，想休息一下。那，你回去之后要好好休息，然后呢，到永康堂去，请何小云呢给你把一把脉，疗疗伤，知道吗？嗯，知道。你身上的伤不轻，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一定要把药全都服完。好啊。有些东西要忌口，不可以乱吃的。过几天要记得再去复诊啊。好。还要记住这几天好好休息，不要乱跑了，知道吗？哦，知道。要真的知道才行。洞宾，怎么一大清早就喝酒啊？祥子，你错了，我可不是一大清早来喝酒，我是昨天晚上就开始喝了。你一整个晚上都没睡？酒不醉睡不着。到底什么事啊？祥子啊，你告诉我，情为何物啊？啊？为什么？为什么情会是甜的？情会是苦的？为什么情会让人幸福？又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快乐？为什么呀？是不是白牡丹跟你说过什么了？我失恋了。想不到李岩自命纵横情场，可没想到竟是栽在了这个情字上面。活该，活该呀。哎，你别喝了，不要再喝了啊，快放下。为什么要拦着我喝酒呢？我喜欢白牡丹，可是突然又杀出一个林大人，他不让我喜欢白牡丹，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那个林大人，他是个父母官，他已经有妻室了，可他为什么不让我跟白牡丹相恋？为什么呀？所有的药都配在一起了，现在只剩下五副配方了。只有五副啊？嗯，那要是有人再被妖怪所害的话，这些药够应付吗？何大夫，慢点何大夫，求求你救救我们家相公吧，求求你了。来，快坐下。小林，你先去煎药。可我们只有五副了。救人要紧，快去啊。难道又是西夷精干的？小云，韩大哥，你怎么来了？是不是你体内的毒性又发作了？小云手上只有两副药了，如果再有人被西夷精所伤的话，那就无能为力了。我没事，我这次来呢，是为了林大人是否就是西夷精一事来找你们商量的。为了从今以后不要再有人受到伤害了。
请你们再去查探一下林大人吧。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以为林大人是妖怪？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相信我呢？林大人真的就是那个蜥蜴精啊！哎呀，说实在的，就算林大人真的是那个蜥蜴精的话，以我们两个人的法力也无能为力呀。为今之计呀，再等两天之后，小林成了仙，他才能够斩妖除魔，拯救苍生。到那个时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是不是等到小云成仙之后，就可以斩妖除魔了？那以我们多年做神仙的经验，小云刚刚成仙，他未必有那么大的神通。不过成仙以后，我们两个也会聚集起法力，到时候以我们三仙之力，足以对付那只妖怪了。你相信吗？我相信。好吧。哦，对了，燕彩受了伤，她有没有来找过你？没有啊。就是因为我没去找何小云，所以你就赶来看我。是啊，我是特意过来看你的。你的伤不能耽误，万一伤到五脏六腑，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事。我休息过后，感觉自己已无大碍了，所以就不想麻烦小云姑娘了。那我就放心了。哎，韩湘子，既然来了，要不在这里吃个饭再走？我这就去烧几个小菜。嗯，你会烧菜？还是不要了，这几天我心情不好，怕影响你的胃口，而且我家里还有一个吕岩等着我回去照顾呢。我还是告辞了。水粉干嘛呀？用得了吗？哎，有什么办法？现在雪莲没有了，连灵芝也没有了，美颜的好东西啊都给你们拿光了，不多用点胭脂水粉，我怎么能保持容颜呢？待会儿啊，去买点珍珠，做点珍珠粉。何夫人，何小姐，林大人有请，麻烦两位跟我去一趟衙门吧。林大人，什么事啊？听说是商量关于成仙大会的事情。说到底，何小云何大夫是你们家的姑娘吗？啊、哦，说的也是，小云成仙也是我们何家的大事嘛，总得体面一点，风风光光的。家里出了神仙，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啊。二位请。哈，何夫人，何姑娘，民妇见过林大人。哎呀，何夫人你多礼了。听说林大人把我们找来，是想商谈成仙大会的事。是啊，而且呀，今天我还要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可是成仙大会上的头号人物啊。他是谁呀？谁买这么多东西啊？哎，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两只大老鼠，吓了我们一跳。我到现在心还是跳的，手还是冰的。怪不得两只老鼠。哎，你们知道吗？那个小云找了你们半天了。是啊，我们去衙门跟林大人商量成仙大会的事儿。我总感觉到有股妖怪的味道啊。妖怪的味道。你说他们母女俩身上有妖怪的味道？对。喂，如果他们有妖怪的味道，那林大人不就是韩湘子口中那个蜥蜴精了吗？拜托你不要胡思乱想，节外生枝了好不好？再过两天就是成仙大会了，我们先要想办法让小云成仙，然后再想办法去说服韩湘子啊。哎呦，你这个人真神经病啊。我真的闻到味道了呀。
把我的真气传给了你。你现在已经达到半人半妖的境界，从今以后你可以自行出去吸取生人精气，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多谢主人鼎力相助。牡丹，牡丹，牡丹，锦鳞呢？你已经有迹象了，为什么还要缠着牡丹？你不要倚仗你的权势就为所欲为，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不要，牡丹，你别管，我今天替你出气。我是林大人的朋友，你还是滚吧。牡丹，你走啊，这人你惹不起的，快走啊。酒饮醉看人间，尘世太多苦痛。我轻摇蒲扇别忧愁，生死掌握手中。回身前斩破红尘，却莫道最是功。我道心归隐山水中，不惹一丝烦忧。吹走天上曲线月朦胧。